无暇联盟救楼梯战队，第二轮正式开始。好，来来来，现在请两支队伍转身面向给你们投票的大众评审，如果你支持无暇联盟就扔出你们手中的紫色毛巾，如果支持修楼梯战队就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无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
有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我都投给了罗志祥，因为我觉得罗志祥真是，我觉得他是就是天生为舞台而生的舞者，很懂得观众想看什么，他擅长什么，他都会展现出来。他这个带大家一起唱是一个加分项吧，感觉现场气氛一下就被燃了起来。我投给了吴建豪，因为我 X Crew 那种大 Hip Hop 跳得很齐，跳出来之后很炸。手上拿着这双拖鞋就是吴建豪战队在互动的一个环节，他们拖鞋换毛巾，整个舞蹈编排也是很好的，所以我最后把我的毛巾投给了他们。好，第二轮比拼结束，两位队长对刚刚的表现有什么点评？相信很明显刚刚观众也是看得很开心啊，因为两边的作品都是很完整的啊，也是很好看的，但我又被吴建豪给分心到了。他就不知道把衣服掀起来干嘛呀？因为可以啊。是是。哇，那个身材真的太好了。他们想出来的 idea， 我其实本来说你不要叫我脱好不好，不要叫我露，然后他们开始。可以啦。你看，其实我觉得。在看两个人的点，就是看到你在丢一个什么啊，红色彩球。对对对，丢彩球的时候，刚好他们有拿那个拖鞋打出来要打。音效都很刚刚好，所以我觉得这次就是真的最好的安排了。我一直在旁边欣赏，真的还挺过瘾的。旁边的想法真的还挺配的，比较相似。那每一个队的完整度都没有话说，我觉得双方都非常棒。这一次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两边想看谁，但突然又好像错过另外一边一个点，就会两边一直轮着看。然后看完最后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小猪哥好像翻了个跟头。然后吴建豪老师也两次都上来，啊，我觉得非常厉害。哎呀，就所以说我们都拼了老命了。刚才其实一出场，然后完全脚的伤，忘记脚痛了，完全没有想到脚的痛了。其实不只有我受伤 ，YY 他脚其实也有拐到，然后王润他背也拉伤了，所以谢谢你们，然后真的让我们也很用心努力的每天在拼，每天在排，很棒。就像刚刚 Vanessa 说的一样，每一个不管是哪一个战队的舞者都很希望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留下些什么。其实像夜莺他也是到现在那个交也还没好，然后像晨晨他感情的伤也还没好。哦，跟这个无关是不是？也有关，也有关。有关吗？有关有关。对，他每天排舞一直哭一直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感情的伤害真的伤得很深。到底那位女士是谁伤害了他，告诉我。好了好了好了，好，那我们的队员这一轮有什么想表达的吗？其实我前天摔到脚的以后，我觉得我就是我脑子是空白的，没有想象到那么严重。就是我觉得哎，就摔一下嘛，没什么的。然后直到昨天彩排的时候，加油！我觉得我知道，就是舞者没有借口，因为你上台那一刻，无论你是发烧了，无论你是断脚了，无论你是什么，你都不能哭，你要跳完你回去再哭。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谢谢你们，然后谢谢你们，谢谢你。大家在这边练习很辛苦嘛，对不对？都没有回去或是休息，大家都很辛苦。就是这些人让我们一直坚持在这边，一直爱跳舞，然后把好的作品给观众看。所以我很谢谢我的战队，谢谢小猪哥，然后对面的舞队也很辛苦，因为这个心酸只有我们知道。其实舞者的语言都非常的简单，但他们情感都非常的真切。再次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舞者。好，那么到了告诉大家第二轮成绩的时候了。本轮的票数结果是，67-33。
领先对方一半分数的这个战队是我觉得对手的确很强，但觉得我们的还是比较厉害一些。嗯，因为真的我在专注的在我的表演里面嘛，所以我没有很专注的到看对方的表演。那其实你说真的两个作品来比较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比较好。领先对方一半分数的这个战队是修楼梯，修楼梯。当下就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就觉得我是不是又让他们失望。因为两个战队各有胜负，所以这一轮每队要淘汰两位。修楼梯战队，好啊！我要请出这两位离开这个舞台的事。阿金，小智，好，修楼梯战队淘汰完毕。吴建豪队长，要离开的是阿 Ben。还有 Abby， 谢谢你们信任我，然后愿意来我的战队，我非常感动。我们真的就像一家庭一样，家庭就是会吵架，家庭就是会开心的。今天我选了两位，就算离开，不代表说你不是我们的家庭，你永远都是武侠联盟的这个家庭。首先我要感谢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我参加这个节目，穿了我这几年最鲜艳的衣服。然后做了我这几年最多的造型，跳了我这几年类型最多的舞蹈。艾米，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很满足这个队战队的每一个人。如果我没有来参加节目，是不可能这辈子可能都不会遇到和见到的人和认识的人。我昨天跟小五说，你是我最讨厌的男生，不是类型，是就是男生，不是之一。OK， 我现在收回这句话。其实我挺喜欢你的。然后，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爱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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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对于我来说，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我还年轻，我还可以的。谢谢你们。你们既然加入了修楼梯，你们一辈子都修楼梯。那离开这个舞台，我会给你们更大的舞台，我会邀请你们到我的演唱会当我的嘉宾，让更多更多的朋友们认识你们。谢谢每一个人，谢谢。小智、阿金、Ben、Abby， 让我们记住他们在舞台上每一次的绽放和美丽。下次再见。真的要说 goodbye 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那边哭嘛，那肯定会打动我。毕竟我们花了这几个月的时间相处那么久，开心、喜怒哀乐，当然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走。三、二、一，无山。我看到修楼梯这么团结的时候，其实也多了一份担心。担心就是有一天面临到淘汰的这个环节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会是怎样，就太快，很快速的砰，感情的变好，但是又很快速的去拆散他们，这是一个多残忍的一个赛制。让我们记住他们，阿金。我是来自台湾的阿金。过。阿金，裤子穿好啊！刚刚在录听的时候，裤子都快掉了。很舍不得离开大家，就也很想要再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完成更多的作品。让我们记住小智。好，我叫小智，来自山东。首先很开心我能走到现在，然后成为修楼梯的一名成员，然后我就希望其他成员，然后让他们带着我们的力量，然后走到最后拿到冠军。让我们记住 Abby。你好，我是来自成都 Final Stage 的 Abby。我能感受到队长对我们的爱，他对舞蹈的爱，还有我觉得我没有选错人，很谢谢他。让我们记住 Ben。 我叫 Ben， 来自香港，我跳的是软骨。感谢吴建豪队长，如果当初他没有扔那个毛巾给我，我就不会走到今天，也